期，江湖有一个都市传说，说娜娜从小一个人赚钱养家。你赚钱养我吗？我希望我自己，我也希望，我也希望我可以不用赚钱，可以靠他养。各位错了，养我们的人是欢迎养我们的人，你要过来跟大家说，我是养他们的人。保险金一次起付。我想娜娜抱半年赚3亿，一人养全家，三姐妹合体，谢幕后金主死他。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。 欧阳家三姐妹近期演艺重心往对岸发展，连微博也写着中国台湾女艺人，中国台湾女艺人，中国台湾女艺人。可是呢，我最近就觉得想要装可爱。大姐妮妮近期开始入驻小红书，拍开箱影片，也成立个人隐形眼镜品牌。小妹弟弟目前就读北京电影学院，也在古装剧中饰演丫鬟，崭露头角。演艺事业成绩最佳的费娜娜莫属，近期重返伯克利学院，也致力推首张个人专辑。不过唱现场就。欧阳娜娜人红是非多，钱也赚得多，据传她半年就赚了3亿，就有网友质疑欧阳家是不是都靠娜娜来养。你赚钱养我了，我希望我自己，我也希望，我也希望我可以不用赚钱，可以靠她养。各位错了，养我们的人是娜娜，欢迎养我们的人，你要过来跟大家说，我才是养他们的人。我觉得欧阳弟弟很想养你。哦、oh.以后就靠弟弟了，互相帮对方 cover 一些小开销吧。那个软件，跟我自己的软件就是跟我姐共用一个。那个约定就是谁工作，然后就给对方买礼物。像现在因为娜娜去上学了，现在变成就是养家的人，就变成现在重担在我身上了。你每个月在家给我花零花钱，零花钱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不够的话爸妈可以抖的。爸爸新年快乐！哎，我也有啊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姜文雄，是我爸上陈美凤。我是郝静。我是郑国成。我是孙艺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吴依恩。我是林真义。我是志新。我是陈君。我是陈周玉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。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。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。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。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。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、okay,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